台湾人气乐团告五人巡回演唱会大马站昨晚在吉隆坡隆重引爆。时隔一年重返我国的告五人还秀起了一口流利的马来文，标准发音让粉丝惊讶不已。演唱会期间，现场歌迷首首大合唱，两位主唱坦言自己几度哽咽，再次被大马歌迷感动，表示以后每年都要来马开唱。吉隆坡，你们好吗？我们回来了！告五人2024年第一次新世界巡回演唱会《宇宙的有趣》大马站首场演唱会，昨晚在吉隆坡五级加里尔亚通体育馆拉开帷幕。演唱会一开始，告五人一连飙唱多首热门歌曲，包括《你要不要吃哈密瓜》《丑人多作怪》《法兰西都市》《爱人错过》等曲目，现场粉丝全程热烈跟唱。回到大马开唱的告五人表示，去年首次在吉隆坡千人小场馆举办演唱会，没想到今年能够与万名大马粉丝见面。现场歌迷几乎首首大合唱，主唱之一的云安更打下98高分，直言被粉丝感动得五体投地。入乡随俗的告五人不忘以马来文和现场歌迷打招呼，更幽默询问粉丝是否标准。阿本卡巴，阿古钦扎帕扎木，有标准吗？太好，我们今天学的阿古钦扎帕扎木。宠粉的告五人在粉丝高喊安可下重回舞台，更是开启了点歌环节，加码演唱《同样一个你》《独角兽》《愚人游戏》《夜里无星》等曲。粉丝最后纷纷打开手机灯，以热门曲目《披星戴月的想你》为首晚演唱会画下完美句点。